1986，他是个伤心歌手，他唱过一首《别走，别离开我》，他唱的报告班长，昨晚他没睡好，头疼得不得了，出操还得照样跑。公差出到福利社，去买食物，他要填饱他的肚子饿。他说摸鱼摸到了大白鲨。Right now, let me sing my candy song. 我的热情。